请问你使用爆发力饮品大概有多久的时间？从赞助到现在已经一年半的时间了。然后比起未使用前，有什么显著的改善或效果？例如抽筋改善，或是什么之类的？我本身是场地短距离的选手，然后短距离项目是比较偏无氧。无氧耐力，然后在使用他们的冲泡的时候，就是应该说比完赛下来，他喝他们的冲泡恢复的时间跟外面比起宝矿力啊、舒跑那些还要来得快，可能是因为成分，然后口感的方面的话，它比较偏重口味。如果没有冰冰的喝的话，就是纯常温喝的话，会变成说会有点偏酸甜这样子。如果这方面可以改善的话，我想这个产品应该会更好。第五副丹精油对运动后的酸痛是否有明显的改善？大致上使用后多久会有感觉？然后你大部分都使用在哪个部位？基本上都是我们都用在训练后跟比赛后下来会复用。自己平常都是洗澡前吧，洗澡前擦的话，一方面就是洗澡前擦，按摩完之后洗澡可以把它洗掉。这样子，因为本人是比较不习惯脚油油的啦，然后它在味道那些方面的话是都还不错，不会说刺鼻，然后特别油这样子。所有的赞助品，哪一项对你觉得最大帮助有最大的是哪一种帮助？像就是出国跑膝带啊，或是冲泡给你比较多的帮助之类的。在我们这样常出国比赛的方面来讲的话，其实肌肉负担精油跟冲泡都蛮适合的，因为基本上它的体积小，好携带。然后再一个，我们出国外的运动料，我们不一定喝得习惯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些就是没有这些问题。现在司令台前出发的是新竹县队，司令台对面出发的是台北市队，进行团队竞速赛决赛的铜牌之争。我们有一位资深的国家队选手周宪寿，他是差不多50年前的选手，跟我们挥手了哈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。50年前。他也是李福祥的启蒙教练，他的外号叫欧森呢。国旗的衣服啊，他也是第一个穿国旗衣服的，那个选手。终点，1分00秒33。